夏天到了，真的好热。在室内如果想要降温的话，除了开冷气，因为怕电费太贵不敢一直开下去，有业者现在就推出了像这样的冰漆油漆，只要在太阳照射过的表面上漆，能有效降温。刷刷刷，冰漆也是油漆的一种，也被称为隔热漆。一片瓷砖大约两分钟内完成上漆，这个没有什么难度，我们就是把它刷均匀，建议要刷至少两层，让它的漆除了比较均匀之外，也会比较有防热的效果。不过效果如何？我们实测，像现在这种大太阳天气，一开始测到43度、45度，最高测到46度，接着在旁边瓷砖上漆，涂刷两层，等待5分钟，完全干掉后，温度对比差了11度之多，剩下35度。它的设计上是会让阳光照射到冰漆的时候，会把阳光给反弹出去。一般实测上大概有90%的反弹效果，所以它可以让热能不要进到屋内。揭秘这款油漆可以降温的原理，一来是因为添加了高纯度二氧化钛，二来是因为白色才能有效反射日光。不过上漆后，除了表面，下层或内部空间也能有效降温度吗？同样实测看看，用塑胶桶模拟室内空间，曝晒最高温达40度，两分钟后冰漆涂完，再等待10分钟，油漆干掉，温度也下降8度左右。建议涂刷在外墙上，铁皮屋或者是顶楼的屋顶上，然后有一些是西晒的外墙上，涂刷在这些地方就可以让房间内的温度下降。在外层刷冰漆就像是帮房屋穿上凉感衣，但它的有效期户外大概1到2年，超过时间就要再补漆，才能继续有降温效果。德恩新闻卢姐、妙梦姐综合报道。想要全天候24小时收看新闻直播，敬请关注东森新闻官网，还可以透过手机下载东森新闻的 App， 让您掌握新闻讯息，快速又便利。